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这次的狗兵 Talk。那这一次想要稍微跟大家聊一下的主题，无非是刚好我今天碰到的状况。那先讲一下这次的主题，就是关于非本科系啊，却要拍片剪片，那该如何执行制作，然后才不会造成一团的混乱跟糟糕的状况，一团糟，一团乱。我先讲一下自己这边的状况。今天这个状况是，我是这个大组的别的组别，不是负责剪片的这一个组。那某一天，他们的天力的跑来找我，然后跟我讲：“哎，狗兵，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剪这支影片？”我那时候很纳闷，为什么突然找我？后来还是接下来。然后他那时候在电话中只有要求两件事情。这支影片只要照片跟音乐，而且呢，他们并没有提到说音乐或是照片要选择什么。对，但这个主题，这支影片的主题是跟我们四年回忆相关的，不是四年回忆，就是一个回顾的影片。后来想一想 ，OK， fine， 很简单，那就去找。Oh my god， 就我。去跟系上要的照片，哇靠，那个照片三五百张有，我要从里面一个一个挑，去挑那种同学，把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拍照有时候会有人讲话的那一种表情，或是突然翻白眼的这种画面拿走。对，我花了四个小时在挑照片以及内容的去做整理。的部分，对，然后另外，我对于片头就是要怎么开始、怎么结尾这件事情，我其实很没有想法，我去找了其他同学，那其他同学提供一个还不错的 idea， 然后于是我就使用了这个 idea， 那我剪完以后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影片完成以后拿去给当初提供我 idea 的这位同学。他跟我讲，他说他觉得前面片头有点稍长。OK， I assist， 我承认，对我连我都觉得有点长。但是照他那个 idea， 他觉得还不错，他觉得整体还不错，整体效果还不错。事后呢，把这件东西转交给，就是交给这个 team leader。当然，片头前面有点长，这倒是也是他有回复了一件事情。可是呢，在影片内容，他跟我说要再抒情伤感一点。曲风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提到，然后呢，我前后加起来花了超过八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才跟我讲说曲风你想要换。那如果各位知道，如果是简单的配乐搭配了照片，其实剪法是跟着音乐的节奏下去剪。对，你在一开始。什么状态下、什么条件下都没提到的，你在一开始什么条件都没提到的情况下，然后呢，却在这后面要我进行修改。那对于我来说，我花的那八小时好像很不值得，很不被尊重。毕竟这是个人的创作、个人的热情、个人的爱好以及个人的执行作品。相信只要是创作者都能感同身受，所以呢，我后面就说，如果你要修改，你要找别的配乐，我今天后面就跟他说，那很抱歉，我这一周以及下周都有自己的行程要做，很不好意思，所以请你另请高明，或是麻烦别人去做。在这个时候，他才说，他后面补了一句说，叫我不要生气。叫我不要生气，然后还说我非常的需要你。I don't get it。那我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如果你不是非本科专业，你不是多媒体，你不是传播，你却受命这个作业需要到剪影片，或是要做一个剪辑，先告诉各位一个观念。你们的领导、你们的 leader、你们的组长，
一定要具备关于剪影片，就是导演、执行制作、剪片、拍片、剪片这几个观念，大概要四位同学的这个观念，就是要有四位同时具备四种不同能力的同学来下去进行你们的影片制作。关于导演，就是很像指导，甚至是企划的一个部分。执行制作就是在跟导演讨论这个脚本，我们脚本应该要如何进行，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那故事要怎么呈现，是一个很跳痛的风格，是一个现实还是非现实，还是一个舞蹈之类的，这种种种。再来是拍片，就是俗称的摄影师，一定要有一个很会抓角度的人，手很稳的人。还有最后一个拍片、剪片，甚至是特效师。有了这四种能力，原则上完成这支影片，就完成这支影片一定距离不远。那今天这个组长，这个 team leader 的状况是怎样？并没有很完整的下去分配工作，所以四个人要去大家分配的时间拍摄是要拍什么，那都要拍到什么东西，连个脚本的，连个镜位都没写，连个分镜都没有画过，连个主题的音乐、主题的感情，甚至主题的氛围都没有，这是我所听到的，甚至是说我梦到的也可以。I don't care。这个状况，他们第一个出现了这个状况。第二个，有些人出去没有带相机，没有拍到完整的画面，片源不足，没有片源，怎么办？片源不够，怎么剪？对，有人跑来找我要片源。I don't get why， why， 为什么？我不懂。再来是没有分应该这样。第三，分配错误的工作。有些同学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剪辑的影片、剪辑的软体，对，那他势必在这上面花的时间一定要比一般人多，甚至说表现的可能不会是大家理想中的那种状态。那变成说，有几位同学还跑来，有那时候有人来跑来问我说，你会建议什么用什么样的软体？对，那据我所了解的状况，这位 leader，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剪过影片，但是他告诉他的组员 ，Adobe Premiere Pro 太专业了，我们学不会。去找一个什么 Viva Video 还是那种很简单的影片，还是绘声绘影 ，I don't know， 很简单的软体。你找那种很简单的软体，我没有意见。你说 Adobe Premiere Pro 太专业，学生学不会 ，I don't get it， I don't get it。So after you hear all this situation， 今天唯一的他们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组长，他们组长对这个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完全没有。所以呢，在执行制作跟分配工作的部分，并没有做到最好，所以他们现在就造成了他们有一个一团乱、一团糟的状况，甚至连这支影片都要跑来找我。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影片，我相信镜头外的创作者应该都知道。就是一个照片，一个音乐，然后剪在一起，好 ，Happy Ending， 好 ，PPT 就可以放出来的，那干嘛要找我？对不对？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告诉各位，找对一个组长，找对一个 leader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边提醒各位，如果你是非专业科系的同学想要拍片剪片，请遵守请记得我刚刚下面讲的情况，
还有一些想法。记得组长慎选，队友慎选。嗯，以上。干，我觉得我这样太针对个人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甚至是说，整件事情就是这么的一团糟。那我也不能怎样，我无能为力。那他觉得我剪的不好，剪得很糟，剪的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样子。你怎么一开始不讲清楚呢？是不是呢 ？OK， 那后面这边，我打个 cut。后面这边稍微跟大家提一些华国思维、华国情况。就我所知，这个人从大一的时候到现在都一直气势，都习惯只叫别人去做事情。那这个东西就比较主观，也比较偏个人一点。那我并没有指名道姓。那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是很容易很想要去接受他的想法，纵使他再怎么样的想法，他也总是请别人去执行，甚至是制作。对，但相信这样其实惹到很多人。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剪得非常的艰辛，我感受得到其他人的艰辛。还有一点，关于华国思维，对，华国思维这一件这个东西一定要讲。今天我剪，他说，今天我如果假设一开始主动参与，我很有我自己的想法，他说你不愿意接受沟通，你很有自己的想法，你自以为屌，你自以为你很聪明，你自以为你很有个人魅力，然后开始嘴你。好，那假设今天我不参与，主人说 I don't take it。我被人家拥有，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人家却说你拽，你自以为你什么都会，你就是不想教人家，你就是什么都，你就是好，你拽啊，你装逼啊，你屌啊 ，OK， 靠，我不管做或不做，都会得到很大量的这种类型的负评，那很抱歉。包含，很抱歉，那时候拒绝了主导老师。他那时候说：“宜宾啊，我本名宜宾，你想不想剪？啊，不是宜宾，你有没有想要在展览的时候什么弄一个直播啊？”我说：“我不是活动组的，但是你还是……我不是活动组的，但是你还是活动组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行程。如果……”我相信老师也当过兵啊，你没有照保操课，你不是被班长电到爆炸吗？你没有去被罚跑3000吗？对啊，所以我再说一次，这是华国思维。我主动说干，林北要直播，那人家说干，自以为 YouTuber 哦，拽哦，干才300多人，谁在拽他小？对，很多人会这样讲，一定会，绝对他妈的会。对，然后呢，不直播了，老师说浪费才能，明明有才，然后为什么不用呢？是不是？有些人华国思维嘛，请各位自己谨记审思，谨记然后审思。好，这个社会缺乏会思考的人。OK， 那我同时在最后。我要感谢这340几位的朋友，感谢你们从我有些人从我一开始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拍人家校园演唱会，就是那时候我们学校有校园演唱会，拍那时候就也许有追到现在吧，也许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慢慢的逐年累加，到 Minecraft， 到开始学习如何剪影片。到 Overwatch， 到 Fortnite， 到甚至是最近的 Vlog 日常，甚至是这个 Talk 系列，啊，陆陆续续都有人进进出出。我想说，我很感谢你们愿意来到我这一个
地方，然后听着我的创作，听着我自己的理念，听着我自己的想法，听着我的自己做有些自己爽的 spec commercial， 甚至上 some idea。I appreciate that. I al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doing this. Ask me a suggestion. 感谢各位的支持。那希望看到这支影片的各位，谨记，非专业本科要做影片的，找好组长，然后。在这个华国思维底下，谨记审思如何去思考一整件事情，参与与否，与对与错，然后感谢各位愿意花时间收看我的影片，谢谢各位。And that's all. This is Talk, Gobin Talk. 这是这一次的影片系列。如果喜欢，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And that's all.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Much love. Thank you guys. Appreciate that. Bye.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